女星舒淇出道多年，演过许多部知名电影，跃升金马影后，精湛演技备受肯定。但她在2017年拍完《上海堡垒》后，就未再接演新作品，更曾在微博发文似乎预告退出演艺圈，吓坏不少粉丝。她近期接受专访，还原了半停工的真相，澄清是自己每拍完一出戏后有感而发，想告别角色而已。他也透露，因长期劳累导致免疫系统失调，所以他在拍完《上海堡垒》后才兴起想休长假调养身体的念头。